之战第一轮，陈永新对战徐建秋。我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的爸爸从小就希望我学好中文，而我也喜欢唱中文歌。陈永新的声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暖，仿佛可以融化一切冰冷。你的选择是陈永新。节目播出之后，我收到了很多海外华人的关注与支持，很多马来西亚的报道还让我上头条了。这次我要唱一首英文歌曲叫 The Prayer， 我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杨家将的成员们。把这个当当当做得明显一点好不好？因为到时候所有的乐队是跟着你唱，你的情绪会感染这个乐队。我最近都没有好好的有爆发力的去唱这首歌曲，可是今晚我一定会爆发的。欢迎陈永新演唱 The Prayer。You'll be alright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't know.谢谢，请陈永新、徐建秋交换位置。